我的元一宫凶险异常，且你以后就是武林众人眼中的叛教之徒。你真的考虑好了吗？元一宫虽已藏匿西昆仑多年，但近年来却频繁出没于中原，作何多端，有反攻中原之势。鼎剑阁身为武林正派之首，理应身先士卒，为天下计，责无旁贷。 可是你的木儿才刚刚出生，阁主多虑了。此事，重华心中有数。唉，人生一世，取舍得失，你务必思虑清楚，功名壮志，比起夫妻父子相聚，携福的温情未必更。重华心意已决，不必再劝。重华此生只为助鼎剑阁，成就惩奸除恶大计。 成为众师兄弟之表率，定会立功立业，不被儿女私情牵绊。蛰伏了八年，如今离长无绝越来越近，杀他之日已然不远。 阁主之位，也指日可待。要不是西庙公上任没人盯着，老子才不出来见你。 楚花说：“钱的我，你帮了我，老子也不会感谢。”那颗人头我记下了，日后还给你。但你需要拿此事来威胁我。我并不需要你的感激。嗯？那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，你我有同样的念头。 你说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 我所想的，恐怕你早已想过无数回了吧？你少拉我下水！我庙火是干的好好的，管得下啥呗？你干这！你心里清楚，这次若不是我帮了你，你早就变成獒犬的盘中肉了。这次死不了，下回呢？在教王的眼里，你我与那群畜生有何区别？ 乖乖听话，就丢给你一口肉吃。要务完成，
就俯首奖励。倘若哪天稍有差池，逆了他的意，他轻易一句话，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。就算是你现在调转码头，他也必追你到天涯海角，你我将永远活在元义宫的阴影底下，心惊胆战，永不见天日，一瞬生，一瞬死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愿意一辈子贵人膝下，猪狗不如。你自己选择吧。哎，老子要是不答应，转头把你卖了，拿你邀功。那明年机考就没人帮你了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那个人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反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？我掌管修罗场，自有我的计划。此事我认为要从长计议。从长计议啊。嗯，你但凡说点什么都不能跟现在似的跟什么都没说一样。我就真是哪儿都有你。妙水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听没听见什么？听到又如何？没听到又如何？听没听到？你今天都离不开这里。杀长无绝，算我一份。哎哎哎呀！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你是要造反呀？你不要命了你？这宫中想反的人不止你们，但每一个人都是孬种。像你一样，因为惧怕长无绝，所以要反吗？无能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比他们更有野心。你说吧，你能提供什么情报给我们？长无绝主修的是铁马冰河心法，确实厉害，但他也有死穴。什么死穴？三年前我去中原执行药物的时候，得知了有一个东西非常厉害，能破长无绝铁马冰河心法。什么东西？龙血赤寒珠。公子请用。我看公子此行总有些心神不宁，特意熬了银耳羹。不知公子是否为了龙血珠的下落而不安？是，也不是。柳姑娘，可是有龙血珠的消息了？不负公子所托，龙血珠现在祁连山。那我便即刻前往祁连山。多谢柳姑娘。公子，霍公子行踪不定，这坛酒无法与公子同饮了，便带在路上喝吧。能与柳姑娘相识，乃霍某的荣幸。等所求之事了结之后，霍某定当专程来答谢柳姑娘。那菲菲便不相送了，告辞。看乾坤
家破阵，穹顶的星辰，在几夜里相认，融化了冰冷。用纯真的赤诚，多少种情人，温酒对饮几分，一梦度余生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，守在每个夜深，为你掌着灯，献出漫长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爱似雪落无声，又席卷时魂。乾坤驾火阵，穹顶的星辰，在几夜里相认，融化了冰冷。又是一年除夕夜，你在宫中，一切都好吗？多少种情人，用酒对饮几分，一梦度余生。我们走吧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在每个夜深为你掌着灯，献出漫长余生，又怎会脱身？爱似雪落无声，又席卷时魂。万里山海一程，我为你投身，守在相聚离分，为你掌着灯，如此奋不顾身，以天地为证，只要你辨认每一次的我们。只要你辨认每一次的子怡，公主，姑娘好呀，公主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准备好了就坐下吃饭吧。公主过年好。好香啊！都看着我做什么？还不把酒给我斟上？哦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倒的好，我倒的好，公主。我给谷主倒，我给谷主倒，我倒的最好，每年都是我倒的，每年都是我倒的，我倒的。哎，毛手毛脚的，这洒了的酒可得从你们两个的赏钱里罚。不行不行，谷主，我的肘子都没有了，都赖你，都怨你，我肘子又没了，我多加两块肉，我多加两块肉。你怎么那么能吃？谷主还没吃呢。来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
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爪子上有东西啊。怎么瞧这信上是空白的？难不成霍七公子记错了？有时候无言胜过千言。叫状万寿。童呢？回禀教王，童外出执行要务，还未返回。本座闭关修炼多日，竟将此事忘了。恭喜教王，闭关结束，前往冰河更上一重。不恭喜了，不恭喜了，属下知错了。其实今日叫你们前来，正是为了此事，想要突破铁马冰河第九重，则需要凝水成冰之力。正所谓阳生阴长，阳杀阴藏，至阴至柔则需至阳至刚之气辅佐炼就。可惜啊，可惜这至阳之体有如天生地养，在这世间寥寥无几，其经脉阳焰中藏，浑厚玉帛，若是能得其阳气相助，或许功力能够大增。属下愿为教王效力，教王需要我等怎么做？其实我就想让你们去趟中原，将那些于正午出生之人都健健康康的带回来。属下遵命。下去吧。风，本座还要继续闭关修炼，你就留在宫中守着我吧。属下遵命。叔在替木儿寻药呢。再说了，他还有顶剑阁的正事要忙，他也不能总来陪木儿玩啊，是不是？娘亲，等师叔找完药，能不能不走了？乖孩子，只要你病好了，师叔就会经常来看你的。可是，娘，我的病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呢？只要墨儿好好吃药，多吃点饭，然后等师叔把药一送过来，墨儿往后就再也不用疼了，好不好？嗯。睡觉吧，来。哭吧，哭得越大声，说明你越强壮。哎，客官，客官可要歇个脚。您家孩儿可是病了？与你何干？客官莫急啊，我瞧您家孩儿哭得厉害，不知是病了，或是饿了腻了。孩子还小，经不起天寒地冻。我家孩子刚好还未断奶，若您需要的话，您可以进去坐坐，我让夫人帮忙换个尿布，喂喂奶水。
你家也有婴孩，可是男婴。是，比你家孩子还大一些。好啊。客官，天冷，吃碗羊肉暖暖胃。你家孩子是饿坏了，吃的可香了，马上就不闹了。他母亲死后确实很久没吃东西了。抱歉啊。哎，客官，您家的孩子以后肯定是身子壮，好养活，刚吃奶吃的特别香。你家婴孩可是50出生。您怎么知道？听说50出生的孩子阳气旺，身子壮。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一定有这么一个好福气。行，客官，你先吃着，我去给您温壶酒去。放心，定会如愿的。哭吧，长大了就不会哭了。真是，你一个都没长熟啊！是，没我们妙火使运气好，我一个正午出生的男婴都没有遇到。你看，不对呀，你是来抢功的吧？至阳之人，万中无一，你居然能找俩？两个都是男孩啊？都是50的吗？自然。怎么证明？那你又有何证明？嘿嘿。老子找的是双胞胎，肯定是同一时辰出生的呀。这不是双胞胎，是龙凤胎。龙凤。你既然是女婴，就没必要给教王过目。处理的怎么样了？都处理干净了。若是教王需要的话，属下可再为教王寻来。不必了。原本啊，也就是想拿那些孩子回来试试。结果毫无用处。可还有其他增益之法？确有。上次的伤为何没留下痕迹？回教王，我换了新药膏，所以没有留下痕迹。不错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下去吧。是。小王，风，那些婴儿不仅没有助力，反而乱了我的阵气。属下这就为教王调息。好，好。是，就自己来拿。Oh!
常无绝为了得到这颗龙血珠，派你们一路围追堵截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你们元一宫究竟要做什么？此事和元一宫无关。火七，你从祁连山夺得万年龙血赤寒珠，一路奔袭至此，想必这枚珠子对你来说特别重要。重不重要与你无关，只是你违背了常无绝的意愿，独自行动，就不怕你们教王杀了你吗？少废话，这枚珠子我志在必得。算算霍七公子以往回来的日子，等这些新的向红尘酿好了，霍七公子也差不多就回来了。收起来吧。哎，姑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Thank you.
萧瑟而独，一封公文。有月光轻洒千里，雨天满荒芜，我心变穷途，一世写江湖。落笔之处之书，一人一枚书。我有绿衣新美酒，红泥小火炉，待到晚来天与雪，能饮一杯无。寻找雪谷有太多遗憾，是不够义无反顾。你可愿与我虚度？雪妖是不会带错路的，再分头仔细找找。好，好，霍启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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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谷主，谷主找到了，他好像伤得很重。先别动他。曼若有死，一息尚存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小城，哎，别乱动，再动的话你就死了。万年龙血池寒珠，霍七公子拼死还是拿到了，赶紧把他抬进马车送回去，一定要稳，他的五脏随时会破裂。是。可是，就算拿到这颗珠子，也有什么用？谷主，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在那边，小心。嗯，谷主，他伤得很重，快死了。
这个人我从没见过，为何莫名的感觉到熟悉呢？雪融。